萱草，画的时候也是笔根调这个朱标，然后笔尖稍微调点红，大红，注意一下这个花的走势啊，这块要走过来的。注意下笔，注意一下这花的形状啊，尽量把这个花形找出来。画完以后，把其他那个花花蕾画一下。调一个藤黄，把这个花筒画一下，然后拿脂绿稍微调点赭石，把这个花托画一下。
然后把它这个斑点画一下。这个花以后，把这个花托重的一部分再稍微找一下，也是衬湿。然后把叶子叶脉勾一下。